华为 Mate 30 Pro 后置双4000万双主摄莱卡电影四摄。具体来说，华为 Mate 30系列内建7纳米旗舰芯片麒麟990，集成达芬奇架构 MPU， 其中 Pro 后置双4000万双主摄莱卡电影四摄，主打超高清拍摄7680帧超高速摄影。Mate 30电池容量为4200毫安时 ，Pro 电池容量达到4500毫安。均支持40瓦有线与27瓦无线安全超级快充。据此前消息显示，华为 Mate 30、Mate 30 Pro 均采用了圆形后置四摄模组，区别是华为 Mate 30 Pro 采用瀑布屏，而华为 Mate 30依然普通屏幕。同时，华为 Mate 30 Pro 的刘海面积更大，内置了更多传感器，支持 3D 面部识别。